康三百六，前百一百八绝地刚倒立，一直都慢杠。他是并腿正掏，换握至高杠，并腿正掏，并腿正掏一百八，分腿叶个人抓杠。不得不说，斯格德尔的整套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，空中高难度的连接十分丝滑，看得观众们流连忘返，观赏性十足。裁判给出的分数为14.683分。随后出场的是我国选手姚金楠，他选择了难度系数6.9星的动作。姚金楠在经过预赛之后，名次暂列第一位，期待一下。帕克空翻，分正掏转180，换握至高杠。